好，来看这边，我们要挖出一个流道，好，要挖出一个流道，那我们可以怎么做？好，0214之3，进来了以后，我会一样选择隐身嘛，好，这个算是一个简单的复习的啦，就是我们的内部槽，我们的这个边界混成的一个复习。好，这边的话呢，长宽都是60，刚刚没有设定好，是让他们设成相等。长宽都是60，对不对？好，做好了以后呢，我们可以让它长高，长高呢是40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做完了以后，我再去选择槽绘，选这个面，槽绘进来，然后我去参照一下，参照这个边，参照这个边。然后呢，我会拉两条直线，这边再拉两条直线，好，导个圆角，我们转成线架构，看得比较清楚一点。导个圆角，这一段的圆角跟这一段的圆角，好，接下来呢，给个半径，这边的半径是45，这边的半径呢是20，有没有？那这个地方要注意的是，我选这个边，选这个线，这一段的距离是5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我选这个点，这个点，这边的距离是多少？这一段距离是多少？这一段是不是30？他说半径是15哦，再加15应该是30哦。好，这个不要看错了。应该是30，然后呢，这个边到这个边也是5，那这个边到这个边是多少？这个边到这个边，这边是6，对不对？告诉我是6，然后呢，这一段应该是12，OK，好，这个部分没有问题。接下来再选择草绘，选这个面，草绘进来。然后我可以去借两个点，借两个点，然后呢做一个圆弧，有没有？哎，做个半圆，做一个圆。好，这个不要封闭哦，因为等下做混成哦。OK，好，这边再过来，这边再选择这个面做草绘，这个地方。再做一次参照，选这个点跟这个点，然后再选择圆弧，哎，对不对？好，做好了以后，这个也没有问题。好，这个题目真正讨厌的、真正的重要的地方、不好做的地方，在这边有一个椭圆形，这个形状比较不好做。好，请你先做到这里。我们会去选择建个面嘛，对不对？当初有跟同学教过，我们是可以选择建个平面，选三个点，它是对角，对不对？我们选三个点，比如说你看哦，一、二、三，对不对？好，当你建好了一个面以后，我们是不是可以选这个面？是不是选择它，草绘，对吧？好，进来了以后呢，我们会去做什么呢？去做参照嘛，我们想说，哎，我们要去参照，因为我们要找到确实的这两个点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找到确实的这两个点，然后才能够去画一个椭圆形啊。这时候你去参照它一下，好，去参照这个边，参照这个边，哎，你会发现什么？它这边有没有凸出来？它凸出来嘞，你根本没有对准嘛，有没有？你没有对准哦。好，所以呢，就会造成。你刚刚的投影其实是错误的，你找不到真正的那个焦点。好，那这时候我会教同学用另外一个方式，什么方式呢？面还是照做，因为等一下还是需要用到这个面。但是我们可以去从这个地方拉一条曲线，从这个点到这个点，我们可以去拉一条曲线。
在这个曲线上面，我们可以去找到它的它跟它，按着 Ctrl 键可以选到这两段的交点，有没有？好，一个点有了，再加一个新的点，选它，按着 Ctrl 键选它，是不是找到了两个点？有没有？这样子就有两个点咯，就两个确实我们要的点咯，找到两条线的交点。当你找到了之后，我就可以草绘选这个面 DTM1 草绘进来。好，有了这两个点，那就没有问题了，我就可以去参照把这两个点给弄出来。有了，有了，好，可以做一个椭圆形哦。好，做一个椭圆，用的是轴端点的方式，选这个点跟这个点，做一个轴端点的方式。然后呢，它的大小是20，这边给它半径10就好，有没有？我们可以做出这一块20，它的20是短轴是20，是20，没有那么大，没有那么大。好，单边就10。好，做好了以后，我们可以把这条线去借一下，借这条边来用一下，因为我们要去修剪，我们只要做一半就好，有没有？这一块我们就可以拉出来了。好，欸，看起来怪怪的。20了，抱歉，20，整个长轴，整个短轴是总长是20，有没有？怎么去抓这两个点，要搞清楚，确定，有了以后，就可以去铺面了。选择边界混成，选它，按着 Ctrl 键，按着 Ctrl 键，选第一方向链。第一方向链选完之后，第二方向链是选它，按着 Ctrl 键选它，有没有？这样就铺起来了。好，这个椭圆形象会做哦。那有了这个面以后怎么办？是选择实体化哦，我们就可以挖掉了。那这一块的流道我们就可以做出来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些用不到的边线、曲线也好、边线也好，全部都隐藏起来。边界混成也可以隐藏起来，这样子我们这个图形就做完。OK， 好，试一下。